由突破自我尺度的流川枫领衔主演，完美呈现出这一家四口的幸福时刻。哇，好棒哦！啊，好羡慕哦！这个真好，抱住你了，抱住你了，太好了。你将被删除清哎，要用酒精消毒吧，我看，不然我今天是不会让你爆的。我今天会回去洗澡，我去刷个十次。刚刚太陶醉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要亲我什么事，后来才意识到，哎，山猪刚是亲我吗？对啊，山猪刚就是狂亲我手臂。哎，你看，流川枫试一下就这样，把恶心的东西都往身上抹，喜欢还很酷。喜欢。你刚怎么没有这样子突破自己？不行了，不好了。花安文吓到。刚想说不是在外面，还去服装间说，哎，我要换一套衣服。不是啊，这一场是要留给就是戏里看的啊，其他看就没意思了。给够。是啊，小虎。哎，你来到重点场哎，思琪一来就是重点场。剧本要写这个啊？剧本要写这个，是你整他吧？所以原来是导演是整我。两个是六个哦，来。好看，好看。好看。喜欢腿毛。你刚刚开始吗？你等下。崩溃。我很霸气吧？我有很霸气气啊！小坏坏，怎么样？哎呦，你怎么一直看着人家啦？人家还害羞哎，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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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我不许你走。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你每天都可以这么幸福的话。啊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等等，听到了吗？他们两个一直在这样，然后一站上去之后，你们两个出来，哎，好棒，好棒，好幸福，好幸福，哇，这是谁？好讨厌哦，好幸福，好幸福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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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需要有一些吃瓜群众哦，结婚哎，结婚哇！哇！好幸福，我们一家四口幸福生活在一起。哎，没有。哎呀，好来，来准备。我要走一下。哈哈，思琪后悔这个时间点。好 ，OK 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冯蓉杰咪宝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博峰刘成峰。我们今天还有一场幻想戏，对，精彩了。我觉得是我看流川枫以来机智系列史上最大尺度。欸，真的蛮挑战自我的，这一场。对啊，穿着一个很可爱的粉红色的小围裙，然后之后我要很。女仆风的围裙，娇羞的那种态度，对，她变成一个那种娇妻，在家里做饭，等待女朋友回来吃。我觉得我自己对于川枫那一场的表现，我非常的惊艳，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原来她可以做到这样哦。以黄博峰这个演员来说，我想说，哇，你可以做到这样哎，因为就是像你这样帅帅的男生啊，你说一般来说会有偶包那一种，然后我就觉得哦。我有吓到，我有惊艳到声音，你有刻意去模仿那个哦娇妻的声音，你甚至连手势，整个人的肢体状态，而且我甚至记得他那时候甚至有一点点小内八，然后导演比较晚喊卡，然后我甚至有一点绷不住，我好像没有办法再这样下去了，因为山猪跟逸翔又在旁边起哄，他们两个真的是我一度绷不住哎，哎，山猪还牵我手。因为他那时候是穿那个背心，对，然后山猪就贴在他的手臂旁边，然后偷偷的这样，因为他的身高就在我的手臂旁边，但是我当下没有意识到，对，意识到这件事情，我就幻想说，山猪刚是亲我吗？对，山猪刚亲你的手臂。
这一场一开始是就走我们两个。对，因为前一场戏我们是大家大集合，然后大家正准备收工要离开的时候，山猪跟逸翔跟导演打招呼说：“哎，导演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”甚至连衣服都换回自己的私服，然后被导演留住，加了这一场。就这样子，你们两个就在旁边起哄，反正幻想没关系。他们两个也吓到了，好好笑。但是他们两个也在旁边，就是乐在其中。有他们在，真的就是笑声会不断。对。哇，这个问题好好讲哦。咪宝在戏中当然就是欣然接受，因为他觉得能跟自己梦想中的白马王子在一起同居生活，但冯蓉姐本人不能只有这样子。哎，我会觉得没有惊喜感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地方啊，我们每天从这边起床，然后从这边出门，然后回家之后就回到这个地方。我觉得就算你把这边布置的再怎么不一样，也就还是我们家。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会有一些回忆啊，你不觉得很美好吗？是有一些回忆，但是那些是回忆，那些不是惊喜。我想一个惊喜感，新鲜的感觉，就是我会没有想到，就是现在吗？你要跟我求婚吗？的那种惊喜感。那如果有人要送你三 LDK， 外加再请你吃顿豪华的烛光晚餐，有停车位吗？穿怎样？刚刚那个浴巾吗？我直接嫁，不用钻戒。你是因为他穿这样，还是因为没有？因为三 LDK 加停车位。没有啦，哎，好现实哦，你看，没有啦，是我也答应了。既然川风提到了这个家的回忆，那就加码播出川咪西披在这个家里发生的一些回忆片段吧。Ash，咪宝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聊一下。好，喝醉的蛮好了。你怎么没有看过啊？这个蹦一个超大声的，隔壁邻居都醒了。没事。这样子，你怎么没有保护我？没事，还好。真的很像喝醉，喝醉就是会这样。这次机智职场生活川咪的吻戏大要劲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好有默契哦！可恶，我们口水吃太多了，好有默契哦。这次职场生活吻戏，我们今天拍摄一整天下来，你有没有觉得大要劲的感觉？我觉得要劲的非常大。像是喝醉，我们有一场戏，就是我们需要跨过轨道。过程中还要旋转，还要跨过轨道，再继续旋转。对，有一卡我们不小心撞到墙壁，这我们还要脱衣服哎。对啊，我们在旋转的过程中，我还要顺便把他的西装外套脱下来。对，我们是越来越高级了。那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，让我撞到墙壁？不是，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也在闭眼睛，你知道吗？川风也在享受，对，川风也在享受，只是因为咪宝喝醉了，很正常的会东倒西歪，对，撞到墙很正常。懂吗？有人醉了，那把它敲一敲，看会不会死。还是劝大家理性饮酒，好不好？我们以理性饮酒，但是喝醉撞到墙是常态。所以下次不要喝那么多，可以吗？好啦，真的理性饮酒，米娜桑。